第九天第二则故事，菲洛梅娜讲完故事，大家都赞扬那个女人，竟然用智慧摆脱了她所不爱的男人。他们认为，相比之下，那两个男人如此行事，那算不得爱情，而是发疯。这时，女王和颜悦色地对艾丽莎说：“艾丽莎，你接着讲吧。”她立即开始讲道：“各位女郎，你们刚才听到弗朗切斯卡夫人怎样凭着机智消除了她的烦恼。现在我讲个年轻修女的故事，她说出一番漂亮的话来，在命运女神的帮助下摆脱了险境。你们两必都知道，世上总有一些愚昧透顶的人，他们好为人师，一味对别人指手画脚。可是正如你们从我这个故事中所看到的，命运女神有时却偏要叫这种人出丑，而且罪有应得。有一个女修道院长就是这样出了自己的丑，我要讲的那个修女就归她管束。且说从前伦巴第地区有一所以圣洁和虔诚闻名的女修道院，院里的修女当中有一个出身高贵、容貌十分美丽的少女，名叫伊莎贝塔。有一天她的家人来探望，她隔着格子窗同家人谈话，竟爱上了一个跟来的漂亮小伙子。那小伙子看了他那脉脉含情的眼神，又见他长得如此漂亮，也爱上了他。但尽管彼此有情，无奈时间有限，难成好事，两人十分痛苦。不过既然你有情我有意，到后来那个小伙终于发现了溜进院里来的一条通道。对于这条暗道，这个年轻修女也很高兴。于是小伙子不是只来一次，而是多次来和他相会，两人真是欢乐无比。可是时间一长，难免出事。有一天夜里，那个小伙子离开伊莎贝塔要走时，给修道院的一个修女撞见了。幽会的两个男女却未曾发觉，那个修女把她的发现悄悄地告诉了另外几个修女。起初他们建议她去向女院长告发，女院长名叫乌西姆巴尔达，全院的修女和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位善良而圣洁的女人。后来他们想到最好还是让女院长当场把那个男子捉住，那个修女才无法抵赖。因此大家都不吭声，只在暗地里轮流监视，预备捉奸。这样一来，伊莎贝塔对于这些便一无所知。一天夜里，她照旧把情人接进自己房中，这一情况立即被监视的人看在眼里。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一旦夜深人静，就分作两批，一批把守住伊莎贝塔的房门口，一批赶去敲女院长的房门。等到房内有了回答，他们便嚷道：“快，院长，快起来！我们看见伊莎贝塔房里有个小伙子。”恰巧那天晚上，女院长正在陪着一个教士。原来那个教士常躲在一个大箱子里，让人把他抬到女院长处。他听修女们敲门敲得这么急，叫嚷得这么厉害，只怕他们打开他的房门冲进来，所以急忙从床上跳起，心慌手乱地摸黑去穿衣服，顺手摸到了教士的内裤，以为是自己折好的头巾，他们叫做萨尔特洛，往头上一戴，匆匆忙忙地冲出房门，转身把房门一锁，问道：“那个天主的女罪人在哪儿？”那些修女们正乱哄哄地抢着要去捉伊莎贝塔的奸，不曾注意到女院长头上是怎么回事，一窝蜂地拥着她来到伊莎贝塔的房间门口。院长带头，众修女帮忙，把伊莎贝塔的房门强行推开，冲了进去。只见一对情人还在床上紧紧搂着，他们受到这一突然袭击给吓呆了，不知如何是好，竟一动也不动。伊莎贝塔立即给众修女托起，在女院长的命令下，她被拖到了大厅里。那个小伙子待在房里穿好衣服，等着看看这件事如何收场。如果他们对他的情人有什么伤害，那就准备给他们些厉害看看，还想劫走他的情人。女院长来到大厅上坐下，众修女的目光只集中在那个女罪人身上。
女院长当着众修女的面开始厉声痛斥伊莎贝塔，骂她是个最下贱的女人。如此淫乱无耻的事，如果传扬出去，就会玷污女修道院虔诚圣洁的好名声。痛骂了一通之后，还说了许多措辞极其强硬的威胁性的话。那个年轻修女知道自己违反了清规，又羞又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不吭声。这样一来，别的修女们反倒可怜起她来。女院长还是喋喋不休地骂个不停。伊莎贝塔偶一抬头想看看女院长的脸色，突然看到她的头上有两条带子，不住地左右摆动，心里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马上安下心来，开口说道：院长，天主保佑您，请您先把头巾扎好，然后想对我说什么再说什么吧。女院长不明白她的意思，说道：什么头巾不头巾的，贱女人，这种时候竟然还敢嬉皮笑脸，你以为是你做了一件值得我们嬉皮笑脸的谈论的事情吗？院长，伊莎贝塔又一次说，请您先把头巾扎好，然后想对我说什么再说什么吧。这时许多修女才抬头看女院长的头上，她自己也伸手到头上一摸，她和众修女立刻明白伊莎贝塔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了。女院长知道自己也犯了同样的过错，而且众目睽睽无法掩饰，于是改变声调，用另一种口气讲起来。最后的结论是，硬要一个人抑制肉欲的冲动是办不到的，所以只要大家保守秘密，不要传扬出去，能寻欢作乐就寻欢作乐吧。伊莎贝塔自由了，女院长回房去同教师继续睡觉。伊莎贝塔回到她情人的怀抱，她的情人后来也无需再顾及众修女的嫉妒，多次来找伊莎贝塔。那些本来没有情人的修女现在也知道了其中的乐趣，分头偷偷去追求起自己的幸福来。第九天第三则故事，艾丽莎讲完故事，大家不由得都感谢上帝，因为那个年轻修女总算摆脱了同伴们的嫉妒，有了可喜的结局。女王吩咐菲洛斯特拉托接着讲一个，她不等女王多说便讲道：各位漂亮的女郎，昨天我讲了那个马尔吉奥莱的法官被扯下裤子的故事，这又使我想起了卡兰德利诺的一个故事，现在就讲给大家听听，因为关于他的故事大家听了不能不感到好笑，所以尽管有关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已经讲了很多，我还是要把昨天想到的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我讲的这个故事中，卡兰德利诺和他的朋友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无需我再多做解释。我现在要讲的是，他的姑母死了，留给他一笔现款，总共240个生丁。由于有了这笔钱，卡兰德利诺开始到处扬言，说是要买田产，而且同佛罗伦萨的好多经纪人接上了头，好像他手上有10000个金币可花费似的。可是等到人家报了某个田产的价，这笔买卖往往就吹了。对于这些事儿，布鲁诺和布法尔马可知道的一清二楚，多次劝他说还不如把钱拿出来，大家痛痛快快地享乐一番，何必去买什么土地，好像想要去做土球似的。这里的土球是说200个生丁买不了土地，
只够买几块土块弄碎了做几个球玩。可是这些话完全等于白说，卡兰德里诺没有让他俩饱过一顿口福。有一天他们正为此伤心，正好来了他们的一个朋友，他是个画家，名叫雷诺。三个人一起商量，得想法叫卡兰德里诺破费一下，请大家饱餐一顿。不多一会儿，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决定依计各自分头行动。第二天一早，卡兰德里诺刚出家门没几步，早已守候在那里的雷诺立即迎了上来。嘿，早安，卡兰德里诺。卡兰德里诺立即还礼，祝愿天主保佑对方一天痛快，全年吉祥。他刚说完这些，雷诺马上停住脚步，只管盯着对方的脸。卡兰德里诺不禁问道，你看什么呀？雷诺对他说，昨天晚上你没有觉得不舒服吗？我觉得你今天的脸色有些不对头啊。卡兰德里诺一听这话，立刻害怕起来，问道，哎，究竟怎么了？你看我有什么病？哎，雷诺回答说，这我倒说不上来，不过我觉得你像换了一个人，当然也许只是我瞎一心。说罢就让他自管自地走了。卡兰德里诺疑心重重，继续往前走，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病症。走了没多远，迎面又遇到了布法尔马克。后者看到雷诺已经走开，忙迎上前同卡兰德里诺打招呼，问他可有什么不舒服。我说不出，卡兰德里诺回答说，不过刚才雷诺对我说，我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难道我真的有什么地方有毛病吗？是的，有些毛病，布法尔马克说，一定有毛病，我看你已成了半死的人了。卡兰德里诺听了，只觉得自己在发烧。正在这时，布鲁诺走了过来，还没等卡兰德里诺说话，劈头就说，嘿，卡兰德里诺，你那张脸是怎么了？你简直像个死人了，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吗？卡兰德里诺听人人都这么说，便自以为千真万确是得了病，于是慌慌张张地问道，哎呦，我该怎么办啊？布鲁诺回答说，依我看，你最好赶快回家，躺在床上盖好被子，再把你的小便送到西莫内大夫那儿去检验，他跟咱们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他会马上告诉你该怎么办。现在我们把你送回去，如果需要我们帮什么忙，我们一定效力。这时雷诺又回来了，三个人把卡拉德里诺送到家里。他哭丧着脸走进卧室，对妻子说，快给我把被子盖好，我很难受。他躺下来之后，打发了一个小女仆把他的小便送到西莫内大夫那儿。这位大夫的诊所设在老市场，招牌上以瓜作为标记。布鲁诺对他的朋友们说，你们在这里陪着他，我想到大夫那儿去听他怎么说，如有必要就把他请到这里来。于是卡兰德里诺说，嘿，我的朋友，你快到大夫那儿去吧，情况究竟怎么样回来告诉我，因为我现在感到肚子里说不出来的难受啊。布鲁诺赶到大夫那儿，那女仆还没把小便送到，她早先到了，她把他们的一套把戏告诉了西莫内大夫，所以等到女仆到来，大夫看了看小便对她说道，你先回去告诉卡兰德里诺盖得暖和点，我随后马上赶到，告诉他得了什么病，应该怎么办。女仆回家来回禀了主人，不一会儿大夫和布鲁诺都来了。大夫在卡兰德里诺床边坐下来，开始为他诊脉，不多一会儿病人的妻子也来了。大夫这才说，卡兰德里诺，是这么回事，因为咱们是朋友，我才好直说，你只是怀了孕，别的什么毛病也没有。卡兰德里诺听说是这么回事，急得直叫，嚷道，哎呀，太嫂，都是你干的好事，我不喜欢你睡在我上面，我早就对你说过了。他的妻子本来是个正经的女人，听着丈夫说出这种话来，羞得满脸通红，低着头一声不吭。
走出了房间。卡兰德里诺仍在那里埋怨，哎，我真是倒霉呀、啊、叫我可怎么办呢？叫我怎么生出这个孩子呢？这孩子从哪儿生出来呢？我看这回我是非死不可了。都怪我这个淫荡的老婆，天主重重地惩罚他吧，那样我才高兴呢。要是我像从前那样健壮，我非跳下床来用鞭子抽得他身体上没有一块好肉不可。不过要是我不让他爬到我身上，哪里会出这种事儿呢？如果我能逃过这场灾难，以后我就是眼看着他死也绝不会让他再到上面去了。布鲁诺、布法尔马克和内洛听了他这套妙论，真憋不住要笑出来，好不容易才忍住。那个江湖郎中却大笑不止，笑得所有的牙都快掉下来了。卡兰德里诺向大夫苦苦哀求，求他给想个办法，求了半天之后，那位大夫才对他说，卡兰德里诺，你先别急，谢天谢地，幸亏你这病看得早，用不了几天，也不用你吃多大的苦头，总能把你的病治好。不过你多少得破费一点。哎呀，我的好大夫啊，卡兰德里诺嚷道，请你看在天主的面上帮我一下吧。我这儿有240个生丁，本来是打算买田产的，如果需要这么多钱，你就全都拿去吧，只要让我不生孩子就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该怎么生这个孩子。我听见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拼命喊叫，他们天生就有宽大的产道，尚且如此，如果叫我来生孩子，一定是孩子还没生出来我就会送命了。大夫说，不用着急，我给你配置一种药水，效果很好，也不难喝，你只要连喝三个早晨，保证药到病除，你又会像以前一样生龙活虎了。不过以后你可得当心，别再干那种傻事儿了。现在要配置那种药水，得有三堆又肥又好的烟鸡，此外还需要别的药料，总得五个生丁才能办齐。你把钱交给随便哪个朋友，让他把药料买来送到我诊所，我向天主担保，明天一早我准把药水送到，你每天要喝上一大杯。听了这些，卡兰德里诺说，哎呦，我的好大夫，所有这些我都依你。他给了布鲁诺五个生丁，又拿出购买三对烟鸡的钱，求他代办一切，而且嘱咐他越快越好。大夫回去后配置了一些吃不坏人的药水，打发人送到卡兰德里诺那儿。布鲁诺去买了三对烟鸡，又买了些别的吃的喝的东西，叫来大夫和两个朋友，四人一起大快朵颐。卡兰德里诺每早喝一杯药水，连喝了三天。大夫和他的三个朋友一起来看他，诊过了脉，就对他说道，卡兰德里诺，你已经好了，一点毛病都没有了，从今天起你不必再躺在家里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卡兰德里诺一听十分高兴，马上从床上起来，到外面干他的事儿去了。他逢人就大讲特讲这件好事，夸奖西莫内医术高明，三天就把他的胎给打掉了，而且没有一点痛苦。布鲁诺、布法尔马克和内洛则十分高兴，因为他们略施妙计，就让吝啬的卡兰德里诺心甘情愿地拿出钱来。只有泰莎太太发现了这是诡计，以后老是在她的丈夫面前嘟囔这件事儿。
九天第四则故事。听了卡兰德利诺责备他妻子的话，大家可是笑了个够。菲罗斯特拉托讲完之后，根据女王的命令，内伊菲莱接着讲道：各位尊贵的女郎，人们要不是往往在别人面前容易说出愚蠢和缺德的话来，也就很难在谈吐之间显示出他们的智慧和品德了。大家说话时也就不必处处留神和煞费苦心了。卡兰德利诺这个傻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可真是头脑简单，别人一哄就真以为自己得了疾病，哪怕是必须医治，也不必把自己夫人取乐时的秘密当众说出来呀。这时我想起一个故事来，不过情况正好与此相反，一个狡猾的家伙胜过了一个聪明的人，使后者吃了很大的亏。现在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不多几年前，西耶纳城有两个刚到成年的人，两个人都叫切克，不过一个是安朱利埃利老爷家的，另一个是福尔塔利格老爷家的。尽管两人在品性等等好多方面彼此不相投合，但在一件事情上他们却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痛恨自己的父亲，因此两个人成了好朋友，时常相互往来。安朱利埃利相貌端庄，很有教养，只是觉得父亲每月给他的钱太少，在西耶纳这个地方住着也没什么意思。他听说过去很赏识他的一个红衣主教作为教皇特使来到马尔卡当科纳，他想去找这位红衣主教以求飞黄腾达。他把自己的打算向父亲禀明，父亲答应把六个月的零花钱一次给他，让他置办衣服马匹，好体面的去见那个红衣主教。安朱利埃利还想找个仆人，福尔塔利格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赶来，好歹求安朱利埃利把他带上，说是可以做他的随从，做他的马夫，做什么都行，没有工钱也不要紧，只要管食宿就行。安朱利埃利说不想带他，这倒不是因为知道他根本干不了仆人的事，而是因为他是个赌徒，有时候还酗酒。福尔塔利格赌咒发誓，说是马上就能戒赌戒瘾，继续苦苦哀求。安朱利埃利终于被他缠不过，同意带他。到了某一天早上，两个人起身上了路，走到了一个叫邦克温托的地方。安朱利埃利停下来吃午餐，那天天气炎热，安朱利埃利叫旅店给准备了一张床，让福尔塔利格帮他脱下衣服上床午睡。临睡叮嘱福尔塔利格下午三点钟把他叫醒。安朱利埃利刚刚睡着，福尔塔利格就来到酒店喝了几杯酒，并且开始赌起来。没多大功夫，那些赌徒就把他的钱全给赢走了，接着他连身上穿的衣服也给输了。他一心想要翻本，只穿着衬衫来到安朱利埃利睡觉的地方，看到他睡得很沉，就把他钱袋里的钱都掏了出来再去赌博，像先前的钱一样，这笔钱也给他输了个精光。安朱利埃利一觉醒来，下了床穿好衣服，只是不见福尔塔利格，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以为他像通常一样喝得烂醉，不知道倒在哪里睡着了。他决定不再管他，叫人把鞍辔备好，把行李捆到马鞍上，独自上路，等到了皮恩扎城再雇个仆人。临走要付钱时才发现钱不见了，整个客店被闹得一团糟，因为安朱利埃利说他的钱是在店里丢的，因此口口声声要把客店的一班人送到西耶纳城里查办。正在这样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福尔塔利格穿着一件衬衫来了，原来他偷了主人的钱输光了，现在又来偷主人的裤子去赌。他看到安朱利埃利就要出发，忙说：安朱利埃利，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早就上路？哎，还是等一等吧，刚才我把一件紧身衣押给了一个人，拿了他38个银币，他马上就要回来，我敢肯定只要还他35个银币，他就把我的紧身衣还我的。就在他这么说话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来人向安朱利埃利作证说正是福尔塔利格偷了他的钱，
而且还能说出这个家伙输了多少钱。安朱莉埃莉听了对方说的话，不觉火冒三丈，向福尔塔雷格大发雷霆。要不是围着这么多人，他还管什么天主不天主，非要好好给他下不了台。他接着又威胁说，他一定要给他判个绞刑，或者把他驱逐出西耶纳城。安朱莉埃莉说完就上了马，福尔塔雷格却若无其事，好像对方不是在骂他，而是在骂别人，并且还说，哎，我说安朱莉埃莉，别说这些废话了，这些话什么事儿都顶不上，咱们还是谈谈正经事儿吧。要是我们现在就给他钱，那么只用35个银币就能把衣服赎回来，如果拖到明天，那就会像他对我说的那样，非要38个银币不可了。这完全是因为我是照他的意思下的赌注，他这才对我这样客气。哎，为什么我们不赚回这3个银币呢？安朱莉埃莉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失望异常，尤其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一说，大家倒集中注意力打量起他安朱莉埃莉来了，好像是福尔塔雷格没有输他安朱莉埃莉的钱，倒是他安朱莉埃莉输了福尔塔雷格的钱。安朱莉埃莉说道，你这个该上绞刑架的家伙，你的紧身衣跟我有什么相干？你不仅偷了我的钱输了个精光，还耽误了我的行程，而且这样取笑我。福尔塔雷格依然不急不怒，好像对方骂的并不是他，继续说，哎，你为什么不让我得到这3个银币的好处呢？难道你以为我日后对你没有用吗？来吧，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帮我一次忙吧，干嘛这么急着上路呢？今天傍晚我们肯定很早就能赶到托雷尼埃利镇，来吧，掏出你的钱包来，要知道跑遍整个西耶纳城也找不到那么合身的紧身衣。难道你真让我为了38个银币把这么好的紧身衣给了那个人？那件衣服值40个银币都不止呢，如果你不肯，你会使我受到双倍的损失。安朱莉埃莉看见这个家伙偷了他的钱还这样喋喋不休，真是伤心透顶，便不再理他，调转马头向托雷尼利镇奔去了。福尔塔雷格立即想出一个鬼主意，就那样只穿着一件衬衫跟在马后快步追去，已经追出2英里，还在不断的嘟囔要讨他的紧身衣。安朱莉埃莉快马再加鞭，省得再听对方那些讨厌的话。福尔塔雷格向前一望，看到路边的田里正好有几个农夫在种田，就大声叫嚷起来，租贼呀，租贼呀。于是那些农夫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扛着铲子，冲到了大路上，拦住了安朱莉埃莉。他们以为后面那个人只穿了一件衬衫，边追边喊，一定是前面这个偷了他的东西，因此拦住去路，把安朱莉埃莉给捉住了。安朱莉埃莉竭力向农夫们解释他是个什么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所有这些根本无济于事。正说着，福尔塔雷格赶到了，他怒气冲冲地说，诸位，你们看看，他把我害得好苦啊，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输了个精光，于是就把我留在旅店，乔装打扮偷偷溜了。幸亏天主有眼，再加上诸位的帮忙，我总算还能追回这么点食物，对此我不能不永远感谢你们啊。安朱莉埃莉对他们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可他的话哪里有人听得进去。在农夫们的帮助下，福尔塔雷格把安朱莉埃莉拉下马来，剥下了他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骑上马走了，只留下安朱莉埃莉赤着脚，只穿了一件衬衫。福尔塔雷格一回到谢纳城，逢人便说他赢了安朱莉埃莉的马和衣服。安朱莉埃莉本想穿着华丽的衣服去见红衣主教，竟落了个身无分文，身上只有一件衬衫，回到了庞孔文托。他觉得失了面子，不敢回到西耶纳，就借了些衣服，骑上福尔塔雷格留下的一匹奴马，到皮恩扎的一个亲戚家住下，等着父亲再给接济。就这样，福尔塔雷格凭着脚快
打破了安朱莉埃莉的美好打算。但是迟早总会有那么一天，伏尔塔里格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第九篇第五则故事，内肥赖的短故事讲完了，大家没有多做议论，也没有大笑。女王回过头来望着菲亚梅塔，命她接下去讲。菲亚梅塔高兴地回答说，她很愿意讲。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各位尊贵的女郎，我想你们都知道，讲故事并不怕重复，只要讲的人能够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选择得恰当，依然能够叫人听得很够味儿。我想我们聚在这里只是为了寻求欢乐，并不是为了其他。在这样的场合和时光，任何故事都可以讲给大家听，好让诸位开心。这样的故事即使讲上一千遍也不会令人生厌，还可以讲了再讲。因此尽管卡兰德利诺的故事大家已经讲了很多，菲勒斯特拉托刚才就讲了一个，他的事儿都很有趣，我在这里却不厌其烦地再给大家讲一个。本来我也可以不顾事实把故事里的人名任意地改一下，但讲故事时如果脱离事实会大大减低听众的兴趣，所以我就根据上面讲的那些道理据实直说了。尼科洛·科尔纳基尼是我们城里的一个富翁，他有好多的地产，一块很好的地皮就在卡米拉塔山下，他在那里盖了一所漂亮的别墅，叫了布鲁诺·布法尔马克等人来给他粉刷。由于工程浩大，布鲁诺他们又叫来了内洛和卡兰德利诺，动手干了起来。别墅里有几个房间已经放了床和必要的家具，其余的都还空着，所以只是叫了老年的女仆来看管，别的仆人都还没有来。尼科洛有个儿子名叫菲利波，年纪还轻，没有结婚，经常把女人带到这个别墅取乐，玩一两天就把他们送走。有一次他带来一个姑娘名叫尼克罗莎，原是一个名叫满娇内的流氓在卡尔马多利开的一个妓院的妓女。这姑娘不大正经，不过长得漂亮，衣服又相当华丽，说起话来也有一套。一天中午，她穿着白裙子，发髻盘在头上，从房里出来到院子的井边洗脸，正好卡兰德利诺也来这里打水，亲热地同他打了个招呼，他也向他打了个招呼，不禁多看了他几眼。这倒并不是因为卡兰德利诺长得漂亮，而是觉得这个人有点古怪。这样一来，卡兰德利诺也开始打量起这个姑娘来，越看越觉得这姑娘漂亮，磨蹭着不肯提着水走开，但他又不知道这姑娘究竟是什么人，所以不敢和她交谈。他知道她在看他，存心想戏弄他，也不时地对他看看，还轻轻地叹了几口气。卡兰德利诺立即堕入了情网，一直站在那里，等到那姑娘被屋子里的菲利波叫唤他之后，他才离开了院子。卡兰德利诺回到干活的地方，什么也干不下去，只是叹气。布鲁诺本来就总是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早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于是问他道，卡兰德利诺，你这样长吁短叹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哎，伙计，卡兰德利诺回答说，要是有人帮我一把那就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布鲁诺又问。你可千万别跟任何人讲啊。
卡兰德里诺回答说，这事儿说来一定会叫你大吃一惊，这里来了一个年轻姑娘，长得比仙女还要漂亮，她爱上了我，刚才我去打水的时候看出来了。是吗？布鲁诺说，该不是菲利普的老婆吧？我想是，卡兰德里诺说，因为我听到他在喊他，随后他就进了他的房间。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遇到这种事，即使是耶稣基督也照干不误，不要说是菲利普。伙计，说真心话，我可真爱他，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达这种爱劲儿。伙计，布鲁诺说，我会替你弄清楚这个人是谁，如果他真是菲利普的老婆，用不了三言两语保证把你的事儿办得妥妥帖帖，因为我跟他已经混得很熟了。可是我们怎么瞒得过布凡马克呢？他总跟我在一起，我没法跟他单独谈呢。卡兰德里诺说，布凡马克我倒不在乎，倒是得提防着点儿内罗，因为他是泰莎的亲戚，要是事情让他知道，那可全完了。布鲁诺说，好，知道了。其实布鲁诺早知道那个姑娘是谁，他来的时候他已看到，菲利伯后来也对他说起过。不一会儿，卡兰德里诺丢下了工作，又跑去偷看那个姑娘。布鲁诺乘机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内洛和布凡马克，三个人悄悄商定，让他为这种痴心妄想好好吃吃苦头。等他回来之后，布鲁诺轻声问道，看见他没有？哎，看见了，卡兰德里诺回答说，我对他可真爱得要命啊。布鲁诺说，我去看看是不是菲利伯的老婆，如果是他，这件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好了。布鲁诺来到院子里，找到菲利伯和尼克罗莎，把卡兰德里诺是个什么人，他都对他讲了些什么，都一一告诉了他们，接着又跟他们商定大家如何说话行事，好好利用卡兰德里诺的这片痴情，好好开开心。然后回来对卡兰德里诺说，嘿，不错，果然是他，正因如此你可得千万小心，不然万一让菲利伯知道了，你就是把阿诺赫的水全都拿来也给我们洗刷不清啊。要是我见到了他，有机会同他说话，那你有什么话带给他呢？那就这样，卡兰德里诺说，第一句话你就说我要在他那块肥沃的田里播下万金种子，然后说我是他的奴仆，问他是不是愿意干那件事，你懂我的意思吧？布鲁诺说，懂，把这件事儿交给我好了。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收了工来到院子里，菲利伯和尼克罗莎也正在那里。为了让卡兰德里诺显示身手，大家故意在院里多逗留了一会儿。卡兰德里诺马上乘机向尼克罗莎挤眉弄眼，大献殷勤，哪怕是个瞎子也能感觉到他的丑态。那个姑娘也故意搔首弄姿，挑逗他的欲火，而且根据布鲁诺提供的情报，恰到好处地把卡兰德里诺掌握到了自己的手心里。菲利伯则在同布菲尔马克等人闲谈，装作未曾注意到卡兰德里诺的举动。过了一会儿，大家离开了，卡兰德里诺觉得真是难分难舍。在回佛罗伦萨的路上，布鲁诺对卡兰德里诺说，我对你说吧，你的热情已经把它给融化了，就像一块冰在阳光下一样融化了。天晓得，你要是带了您的三弦琴，在他的窗下唱几支情歌，那他一定会从窗口跳下来同你相会的。伙计，你认为是这样吗？卡兰德里诺说，你认为我该怎样干呢？当然了，布鲁诺回答。卡兰德里诺说，我今天早上告诉你的时候你还不相信，可是伙计，老实告诉你吧，我自己知道世界上再没有哪个男人比我更高明了，
除了我，还有哪个能交这样一位美人一见钟情呢？你别看那些油头粉面的年轻人，他们整天在街上东游西逛，就是逛上一千年，他们也只能两手空空。我真巴不得我在他的窗下弹琴唱歌时，你也能来瞧瞧我这手，你一定能看到，那才叫绝呢。你要知道，我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已经老朽无能了。他一眼就看出我还年轻呢，只要我把他弄到了手，我一定会让他知道我有一手。天主作证，我要弄得他神魂颠倒，就像痴心姑娘跟在小伙子后面那样缠住我不放。是啊，布鲁诺附和说，你一定会把他弄到手的。我仿佛已经看到你那两排牙齿就像三弦琴上的调音柱一样，早就把他一颗樱桃似的小口和两朵玫瑰花一样的双颊给咬住了。听了这些话，卡兰德里诺更加飘飘然，好像自己真的已经如愿以偿，高兴的一路上又唱又跳，灵魂差点就要出了窍。第二天，卡兰德里诺果然带了一把三弦琴来，向那位姑娘唱起情歌来，大家看在眼里，快活极了。总之，这一天他激动万分，巴不得能多看到那姑娘几次，活也不干了，一天里千百次的跑来跑去，一会儿到她的窗前，一会儿到门口，一会儿又溜进院子，恨不得能见上她。那个姑娘也是个机灵人，依照布鲁诺的嘱咐，不时地露一面，好让他高兴。布鲁诺成了他们的牵线人，有时替他传话，有时为他送信。在他不在的时候，他倒是经常不在，就说他回娘家去了，还给他带来了他的信，信里都是些甜言蜜语，好给他留下一线希望，但又说他可不能到他的娘家去看他。就这样，布鲁诺和布法尔马克一起耍弄卡兰德里诺，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他们向卡兰德里诺讨要东西，说是他的情妇要的，什么牙梳子啦、钱袋啦、刀子啦，如此等等。偶尔也弄点不值钱的铜戒指之类的东西回赠给他，说是那姑娘送的。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除此之外，他还经常请他们喝杯咖啡，甚至下馆子吃喝，希望他们在这件事儿上多多帮忙。两个月的时光就这样很快过去了，事情老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卡兰德里诺看到工程很快就要结束了，心想如果在工程结束之前还不能把那心爱的人弄到手，以后绝没有指望了。于是他缠住了布鲁诺，求他快给他想个办法，等那个女人来到别墅的时候，布鲁诺就先后跟菲利伯和他商量妥当，回来对卡兰德里诺说，你看伙计，是这么回事，那个女人多次在我面前说一定要让你如愿以偿，可至今毫无动静，我看好像她是在捉弄你，摆布你。既然她老是失信，那么我们也就不管她同意不同意，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得强迫他干了。好啊，卡兰德里诺回答说，看在天主的面上，马上进行吧。布鲁诺说，要是我给你一道符咒，你敢用这符咒在他的身上碰一下吗？当然敢了，卡兰德里诺回答。那好，布鲁诺说，你去给我弄一块还没有生下来的羔羊的皮，一只活的蝙蝠，外加三炷香和祭坛上供奉过的一支蜡烛，其余的一切我来安排。当天晚上，卡兰德里诺费尽心机，总算捉住了一只蝙蝠，加上另外那几样东西，一块儿送给了布鲁诺。后者拿了这些东西来到一个房间，在那张羔羊皮上胡乱涂写了一阵，拿给卡兰德里诺说，卡兰德里诺，记住，你只要用这道符咒在他身上碰一下，他就会乖乖地跟着你走，就会听你使唤。如果菲利伯今天出去，你就找个借口设法接近他，
长姬用符咒碰他一下，然后你就往那边那个谷仓走，他自会跟着你去谷仓，那可真是个好地方，谁都不会去的。然后你该怎么办，那就不用我说了。卡兰德利诺听了这些，高兴得忘乎所以，简直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接过符咒就说，伙计放心，那就看我的了。卡兰德利诺提防着内洛，实际上也同这些人串通一气，一起捉弄卡兰德利诺。他按照布鲁诺的安排前往佛罗伦萨，找到了卡兰德利诺的妻子，对他说，泰莎，你还记得吗，那天卡兰德利诺从姆尼约雷河弄回了好多石头，毫无道理的把你打了一顿。我认为这仇非报不可，如果你不报这笔仇怨，那么从今以后你也就别把我当亲戚了，也别当朋友了。他在外边干活，爱上了那边的一个女人，偏偏那个女人也不是个好货，经常和他躲在一间房子里鬼混。刚才他们约好过一会儿又要去幽会，所以我赶过来跟你报信儿，你快去看看吧，捉住之后可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那女人一听这话，气得火冒三丈，跳着脚喊道，嗨，你这个恶贼，竟敢这样对待我，我对天起誓，这回绝不放过你，非让你尝尝苦头不可。说着这个女人就披了一件斗篷，带了一个乡下雇的小使女，跟着内洛急匆匆地向别墅赶去。布鲁诺远远望到这一行人赶来，转身对菲利伯说，咱们的朋友来了。菲利伯马上来到卡兰德利诺等人干活的地方，故意对大家说，哎，各位师傅，我现在得到佛罗伦萨办点事儿，希望大伙儿好好干活。菲利伯说完便走了，事实上他并没有走，而是藏到了一个地方，别人看不到他，而他可以看清卡兰德利诺的行动。卡兰德利诺以为菲利伯已经走了，于是来到院子里，正好尼克罗莎一个人在那里，就和他搭讪起来。尼克罗莎明白应当怎么去做，故意凑到他身边，比平时更加亲热，好让卡兰德利诺用那符咒碰他。卡兰德利诺果然乘机这样做了，然后一言不发，扭头便往谷仓走去。尼克罗莎紧紧跟了过去，一进谷仓，尼克罗莎转身把门一关，搂住了卡兰德利诺，把他推倒在了一堆干草上，自己则跨坐在他的身上，双手按住他的肩膀，使他的脸无法凑近他。他盯着他，像是多么渴望把他弄到手似的说，啊，卡兰德利诺，我的柔情蜜意的人啊，我的心肝，我的灵魂，我的宝贝，我日夜都在梦想拥有你，把你搂在我的怀里，你真让我感到甜蜜呀！你无论要什么，我都让你如愿以偿，你的三弦琴弹得我心痒难熬，我搂着你，这是真的吗？卡兰德利诺刚刚觉得松开一点的时候就说，啊，我的甜蜜的人儿，让我闻闻你吧。哦，他说，你太性急了，还是先让我好好看看你吧，让我看看你那可爱的脸，让我饱饱眼福吧。这时布鲁诺和布法尔马克也来到菲利伯藏身的地方，三个人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正当卡兰德利诺要使劲儿去吻米克罗莎的时候，内洛和泰莎赶到了。内洛说道，老天在上，我敢说这对男女一定在里面。泰莎怒冲冲地来到谷仓门口，用力一推，门被推开，冲了进去。只见尼克罗莎正骑在卡兰德利诺身上，尼克罗莎看到卡兰德利诺的老婆赶来，马上起身逃开，来到菲利伯躲藏的地方。还没等卡兰德利诺起身，泰莎已经扑了过来，抓破了他的脸皮，然后又抓住他的头发，东碰西撞，数落起来，你这只该死的恶狗，竟敢这样对待我，你这个老鬼，我还这样爱你，真是作孽啊，难道在自己家里还不够受用，要到外面去找别的娘们吗？
真看不出来你还是这么个风流情种，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也不看看，就是把你的全身都榨干了，能榨出几滴水来。上天有眼，叫你怀孕的原来不是我胎上，而是另有别人。不管这个女人是谁，愿天主来给她吃些苦头吧，她肯定是个下流胚，所以才有这股骚劲儿跟你这样一个宝贝取乐。卡兰德里诺一见妻子来到，吓得活也不是，死也不好，更不敢抗拒，只好任他数落。他的脸上全给抓破了，头发也掉了好多，衣服也给撕破了。最后站了起来，捡起自己的帽子，低声下气地求他的妻子不要大声叫喊，因为刚才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主人的老婆，要是让他给知道了，非把他卡兰德里诺千刀万剐不可。他女人说，活该，让天主惩罚他吧。同菲利波和尼克罗莎躲在一起的布鲁诺和布法尔马克看了这些，笑得肚子都痛了。两个人装作听见了吵闹声，赶来劝架，讲了好多好话，才把泰莎架住。接着又劝卡兰德里诺说，还是快回佛罗伦萨吧，再也别回这里了，省得让菲利伯知道了给他下不来台。就这样，脸皮被抓破，头发也掉了好多的卡兰德里诺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佛罗伦萨，听凭老婆日夜吵骂，从此再也不敢去别墅找那个姑娘。他那狂热的恋爱就这样结束了。不过他让他的朋友们尼克罗莎和菲利伯着实笑了好一阵子。第九天第六则故事，卡兰德里诺的故事已经使大家笑过了好几次，这次又让大家笑了一阵。女郎们又对他的事儿评论了一番。等大家静下来之后，女王要潘菲洛讲个故事，只听他讲道：尊贵的女郎们，卡兰德里诺爱上的那个尼克罗莎，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叫尼克罗莎的故事，我很愿意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诸位从中可以看到，一位聪明的女人如何急中生智，把一桩丑事儿轻轻就遮掩了过去。不久以前，在慕尼约内河谷住着一个老实人，他的境况不太好，只靠给过往行人供应茶饭，赚几个钱儿维持生计。因为生计不好，所以仅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只有偶尔遇上的熟人，万不得已时才肯留宿，不是无论什么客人都可以住宿的。他有个老婆，长得很有几分姿色，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15、16岁，是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还没有嫁人，另外一个是个小男孩，不满1岁，还在吃奶。我们城里有一位俊美文雅的青年，名叫皮努乔，他经常出城，每次遇上这个姑娘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不觉就爱上了他。那姑娘知道这样一位体面的绅士爱上了他，也觉得十分高兴，所以常在他面前做出种种媚态，有意讨对方的欢心，对那个青年也迷恋上了。这样时间一长，这一对青年男女真是两厢情愿，情投意合了。要不是那个青年担心连累了他的情人，怕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他们的爱情早已经开花结果了。可是这青年朝思暮想，情思越来越浓，
再也压不住要同这位姑娘偷情的欲望，竭力想找个借口在他父亲家里住上一夜，因为他知道这家人家只有一间房子，只要能住到他家里，就能找个机会同他偷情而又不被人发觉。他的主意既定，就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起来。这青年有个可靠的同伴，名叫阿德里亚诺，这个人也知道他的这份情思。一天傍晚，两个人租了两匹瘦马，马背上驮了他们的行李，其实行李袋里塞的都是稻草，从佛罗伦萨出发，骑着马在穆里约内河谷转了个大圈子，等到天色已晚再调转码头，算是从罗马涅地区往家里赶，来到了那个老实人的房子前，去敲他的家门。那老实人本来认识这两个人，立刻开了门。于是皮努乔对他说，你看，今晚你得招待我们住一夜，我们本想赶回佛罗伦萨，不想没有赶上，你知道我们肯定是进不了城了。皮努乔，主人回答说，我的境况你也知道，要接待像你们这样的贵客确实不易，可是天色已晚，你们哪儿也赶不到了，那我就只好尽力而为，招呼你们住一夜吧。两个青年人于是跳下马来，系好了马匹，进了这家小小的客店。他们本来随身带了干粮，这时取了出来当做晚餐，同主人全家一同共享。这个老实人本来只有一间小小的房子，他费了好大的心机才在房里安排好三张床，两张靠着一堵墙，另一张在对面，中间只剩一条窄道，此外再也没有转身的余地。在这三张床中，靠墙的那张床比较好一点，主人让那两个青年睡。过了一会儿，两人假装呼呼入睡，其实根本没有睡着。主人叫女儿睡到对面那张单独放着的床上，自己和老婆则睡在另外那张床上。床边放着摇篮，里面是他们的儿子。房间就这样安排好了，皮努乔一一看在眼里。过了好一会儿，他估计大家都睡着了，就轻轻爬下了床来，抹到他那年轻的情人的床上，躺到了他身边。那姑娘虽然是又惊又喜，最后还是温存地把他搂进了怀里。就这样，两个人早就盼望的那件乐事儿，今晚算是实现了。就在皮努乔和那姑娘云雨之时，谁知一只猫拌翻了什么东西，啪的一声惊醒了主妇。他怕出了什么事儿，摸黑前往发出响声的地方查看。阿德里亚诺并没有听到这一响声，却偏偏在这时感到了有尿意，起身去找了个地方方便了一下，不想被主妇放在那儿的摇篮给挡住了去路，不拿开摇篮就没法过去，于是就拿起摇篮放到自己睡的床边。变完回来之后早忘了摇篮的事儿，爬上床又睡自己的觉去了。主妇摸索了一会儿，知道是那只猫碰翻了什么东西，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也就懒得点灯去仔细查看，骂了一句温猫，仍旧回房睡觉了。他想回到丈夫的那张床上，走到那儿一摸，床边没有摇篮，暗暗对自己说，哎呀，我可真荒唐，我这干的是啥事儿啊，我的天，我竟走到客人的床上去了。他再往前走了几步，摸到了摇篮，就爬上床躺到了阿德里亚诺身边，还以为是躺在自己的丈夫身边。这时阿德里亚诺还没有睡着，感觉是个女人来了，心里好不喜欢，便轻轻地一把将她搂住，翻身骑到了女人身上，让她舒舒服服地快乐了一番。那边的皮努乔已经跟他的姑娘玩了个够，怕贪睡被人发现，就离开了姑娘，回自己的床上去睡。他从姑娘的床那边下来，摸到摇篮，以为旁边的就是主人的床，就再向前摸了几步，竟同主人躺到了一张床上。他这一躺
把主人从睡梦中给弄醒了。匹奴乔以为身边是他的同伴阿德里亚诺，低声对他说，喂，告诉你吧，世界上再也没有谁比尼克罗莎更甜蜜了。说真的，我和他干得可真舒服，没有哪个男人能想到这样的福分。告诉你吧，他那座小庙我已经六进六出了，刚才我们干了六次，这才回到这儿。主人听了这些自然很不高兴，暗想，这个家伙在这里搞了些什么鬼名堂。想完终于憋不住这口气，嚷道，皮卢乔，你真是个无赖，我真不知道你怎么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来，我非给你一点厉害看看不可。匹奴乔这时也血气方刚，冲劲上来，看到自己已经干了错事，不想去补救，反而嚷道，你给我什么厉害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以为在跟自己的丈夫睡觉的主妇这时对阿德里亚诺说，哎呀，听呢，我们的两个客人在吵架呢。阿德里亚诺笑着说，让他们去吧，他们活该倒霉，他们昨晚酒喝得太多了。主妇仔细一听，听出是自己的丈夫在吵嚷，而说话的是阿德里亚诺，立刻明白他睡在谁的床上，刚才同谁干了那种事儿。他真是个聪明人，什么也不说，立即起床，拿开摇篮，摸黑来到女儿床边，爬了上去，同女儿睡到了一张床上，然后装作被丈夫的叫嚷吵醒的样子，叫着他，问他同皮奴乔吵些什么。你没听见他说他夜里跟尼克罗莎干了什么事儿吗？丈夫这样反问他。女人说，哎呀，他可真是说谎不脸红，他怎么能到尼克罗莎床上来过呢？我一直在他床上，我都没有合过眼，你竟信他的话，真是个傻瓜。你们男人晚上喝起酒来就没个够，等到了上床就做梦，到处乱跑又不自知，好像在干什么美事儿。真遗憾，怎么没折断你们的胫骨？要不是这样，匹奴乔到你的床上干什么？为什么他不在自己的床上睡？阿德里亚诺在旁边听得明明白白，觉得这个主妇真是聪明，几句话就遮掩了他自己和女儿的丢脸事儿。于是说，皮卢乔，我给你讲过上百次了，叫你不要在外面过夜，因为你有那种梦游症，还把梦里的事儿当作真事儿到处乱讲，这种毛病迟早会给你招来麻烦，还不快回来，活该你受了这么一夜的罪。主人听了他老婆和阿德里亚诺说的这些，竟相信皮卢乔真的在做梦，就抓住他的双肩，边摇边叫，匹奴乔，快醒醒，回你的床上睡吧。匹奴乔听了这些，心领神会，装作仍在做梦的样子，又胡言乱语了一通。主人听了，哈哈大笑，最后匹奴乔感到主人又在摇他，这才装作刚刚醒来的样子，叫着阿德里亚诺的名字说，阿德里亚诺，天亮了吗？你叫我干什么？阿德里亚诺说，不错，快回到这儿来吧。匹奴乔仍然装出睡眼惺忪的样子，从主人的床上跳下来，回到阿德里亚诺的床上。天亮了，大家起了床，主人拿匹奴乔的梦游和梦话取笑他。就这样，你说一句笑话，我说一句逗乐的话，直到两个年轻人备好马鞍，上好行李。他们和主人干了杯，跳上马背，直向佛罗伦萨驰去。这件事儿如此进展，结果又这么好，两个人都非常得意。从此以后，匹奴乔又另找机会同尼克罗莎幽会。那姑娘对母亲发誓说，匹奴乔那天晚上真是在说梦话。在这件事儿上，那母亲还记着阿德里亚诺同他的那股亲热劲头，心中想到，当时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是清醒的。
九天第七则故事。潘菲洛的故事讲完，大家都称赞主妇足智多谋。女王对帕姆皮内亚说，该她讲了。于是帕姆皮内亚讲道，各位漂亮的女郎，梦兆应验的事儿我们已经讲过一次，可是有好些女人对此却只管加以讥笑，因此尽管已经讲过，我还是想再给大家讲个短短的故事。这是我的邻居的事儿，至今她受伤尚未痊愈，只因她不相信丈夫做的一个梦，才出了这样不幸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识塔拉诺·迪莫莱塞，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绅士，他的年轻的妻子叫玛格丽塔，论外貌那可真是百里挑一，因此他就娶了她。可是论品性，他脾气古怪，粗暴好斗，刚愎自用，而且别人做的任何事儿他都看不顺眼，更接受不了别人的任何意见。塔拉诺娶了这么一个女人，真是无法忍受，但又别无他法，只好勉强维持。一天，他和他的玛格丽塔住在他们的乡间别墅里。夜间睡觉时，他做了一个梦，看到他的女人走进一片非常漂亮的树林。这片树林离他们的家并不太远。他正这样走着时，他好像看到一头又大又凶恶的狼突然从林子里窜出来，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扑倒在地。他则拼命呼救，努力挣扎，最后总算从狼嘴里挣脱出来，但脖子和脸已被抓破了。第二天一早，刚一起床，他就对太太说，夫人，你的任性真叫人无法忍受，自从娶了你之后，我一天好日子都不曾有过，可是你要是遇到什么不幸，我还是不忍心，所以如果你肯听我的话，今天就不要出门。他问他为什么，他就把他的梦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可是那个女人却摇着头说，谁不怀好意，谁才会做这样的噩梦，你就是这种人，你表面上对我很关心，其实你巴不得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才做出这样的梦来，我肯定会留心的，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我绝不会遭遇什么不幸，让你去高兴。我早知道你会说这样的话，塔拉诺说，我这就好比给秃子梳头嘛，可是你爱信不信随你便，我这样说完全是为了你好，我现在再劝你一次，今天不要出门，至少不要去我们家的林子里。女人说，好吧，我会照办的，可心里还是在想，你看他多么狡猾，他故意吓唬我，今天不让我去我们的林子里，还不是同什么不要脸的女人在里面幽会，不让我撞见。哼，他这个人可真是，同瞎子吃饭，光挑自己喜欢的吃。我要看不出他的居心，信了他的鬼话，那我可真是个大傻瓜了。我看他别白日做梦了。今天就是让我在林子里整整待上一天，我也要看看他在搞什么名堂。这样讲过之后，她的丈夫从一边走出家门，她马上从另一边走了出去，东躲西藏地来到了林子里，找了一个林木最茂密的地方藏了起来，仔细张望，看看有什么人来。就在她放心大胆地在那里张望，根本不担心什么狼不狼的时候，突然从他身边的茂密树丛中窜出一只狰狞的大狼来，他一看是一只狼，刚喊了一声，哎呀，救命啊，那只狼就狠命地咬住了他的脖子，拖起来就跑，活像叼了一只小羊。他的脖子被狼咬住，没法呼救，又没法挣扎，那只狼正好咬着他的脖子，要不是遇上几个牧人，他早就给憋死了。那几个牧人高声喊打，那只狼才不得不把他抛下。牧人们认出他来，看他疼痛难忍，把他抬回了家里。经过医生长时间的治疗才算治好，但他的脖颈和脸上还是留下了伤疤。本来是漂亮的地方，
现在成了最难看的部分，从此破了相。因此他再不好意思出头露面，常常伤心痛哭，后悔当初不该一味任性，不该不信丈夫的梦兆，辜负了丈夫的一片好心。本来是极易做到的事儿，却落了个悔恨终身。第九天第八则故事，大家高兴地听完故事，都说塔拉诺睡觉时的所见不是梦幻，而是启示性的梦，因为他所见的一切均已发生，连任何细节都不缺。等大家静下来之后，女王要老雷塔接着讲，于是他说道：各位聪慧的女郎，今天在我之前讲的几个故事，几乎都是受了以前讲过的故事的启迪。昨天帕姆皮内亚讲了一个大学生报仇的故事，现在我也来讲一个报仇的故事，虽然没那么残酷，倒也挺有意思的。且说佛罗伦萨城里有那么一个人，大家都叫他恰克，是个再贪嘴不过的家伙，但他家境不济，难以满足他的胃口。不过这个人举止优雅，谈吐诙谐，因此虽不是宫廷里的人，却常去充当丑角，出入富裕人家，一边逗乐，一边也吃些好东西，而且常是不请自到，哪里有好东西吃，他就到哪里去。当时佛罗伦萨城里住着另外一个人，名叫比翁德洛，人虽然瘦小，却很精悍，整天衣冠楚楚，比苍蝇还要干净呢。这是一种诙谐的写法，据说是因为苍蝇常用脚开其身子的各个部位。他头戴一顶小帽，露出一缕金发，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这个人同恰克一样，也喜欢干那种不请自到的事。四旬斋期间的一天上午，他来到鱼市，买了两条大鳗鱼，准备送到维埃里德切尔基先生家里，刚好被恰克看到。恰克尔来到比翁德洛跟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比翁德洛回答说：昨天晚上有人送给科尔索·德纳迪先生三条鳗鱼，比这两条大得多，另外还送去了一条鲟鱼，他请了好多贵客，那些鱼还不够呢，让我又买了这两条，你不来吗？我当然要去，恰克回答。他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来到科尔索家，只见这位老爷正同好几位邻居闲谈，尚未开饭。主人问他来做什么，他回答说：老爷，我来陪您和您的客人吃饭。哦，你来得正好，科尔索回答。好，开饭时间到了，大家入席吧。大家坐定之后，先上的豆子和油浸金枪鱼，然后是油炸阿尔诺河里的一种鱼，之后就再无别的东西了。恰克尔知道上了比翁德洛的当，非常气恼，决心报复他一次。另外一边的比翁德洛则得意洋洋，逢人便讲，以此取乐。不多几天后，两人相遇，比翁德洛上前问好，笑着问恰克尔：科尔索老爷家的鳗鱼味道如何？再过八天，你会比我讲得更清楚。恰克尔这样回答。恰克觉得事不宜迟，于是就离开了比翁德洛，去找一个机灵的小商贩，而且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他把一个大玻璃瓶子交给小商贩，带他到卡维丘利家的门廊前，指着门前的一位骑士给他看。
这个骑士叫菲利伯·阿尔真蒂，身材魁梧，性情暴躁，力大如牛，生性好斗。恰尔卡尔对小贩说，你拿着这个瓶子到他跟前，对他这样说，老爷，我是比翁德洛派来的，让我求你把你家的好酒灌满这个瓶子，他好拿去款待他的酒友。但你要小心，千万别让他把你抓住，不然他会让你大吃苦头的，把我的好事也给毁了。小贩问，我还需要说别的什么话吗？不必了，恰克回答说，现在你去吧。说完这几句话后，拿着空瓶子回我这儿，我就给你钱。小贩来到菲利伯附近，把那番话讲给他听。菲利伯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听了这些话，认为比翁德洛，他认识这个人，是在故意取笑他，气得脸都红了，大声说，什么灌满瓶子，什么酒友，他和你是不是他妈的想找倒霉？说着拔脚过来，伸手要抓小贩，而小贩早有防备，抬腿就逃，找了一条近路跑到恰克身边。恰克尔把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小贩过来之后，又把菲利伯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恰克尔十分满意，把报酬给了小贩。恰克尔马不停蹄，立即去找比翁德洛，问他说，你最近到过卡维丘里门廊没有？没有啊，比翁德洛说。你问我这个干什么？恰克说，这我就得告诉你了，菲利伯老爷在找你，可我不知道他找你干什么。那好吧，比翁德洛说，我本来就要去那个方向，那就去同他谈谈吧。比翁德洛向那边走去，恰尔克尔也跟了过去，看看事情如何进展。再说菲利伯老爷没有抓住小贩，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泄，又把小贩的话翻来覆去的琢磨，认为一定是比翁德洛受什么人之托，以此来取笑他，不然实在无法解释，因此越想越气。正在这时，比翁德洛来了，菲利伯一见是他，上去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哎呀，比翁德洛说，老爷，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菲利伯老爷抓住比翁德洛的头发，掀掉他的帽子，往地上一扔，一面不住手的痛打，一面骂道，坏蛋，非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不可，你打发人来对我说什么灌满瓶子，什么酒友，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是个孩子吗？可以听任你取笑不成？菲利伯一边说，一边挥起铁拳向比翁德洛的脸上猛揍，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到泥沼。比翁德洛无法招架，衣裳也给撕得粉碎。菲利伯本来就在气头上，只是猛揍，不让对方问一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比翁德洛也知道灌满瓶子和酒友这个句子和词是什么意思，但不知道在这儿究竟意味着什么。菲利伯老爷痛打了比翁德洛一顿，后来周围的人越来越多，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比翁德洛拉出来，这时他已经是浑身青肿。菲利伯对大家讲了是怎么回事，还把被人打发来的人讲的话又重新说了一遍，最后还说，你比翁德洛应该知道菲利伯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可不是个让人随意耍笑的人。比翁德洛哭哭啼啼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从未派人向菲利伯老爷讨酒。过了一会儿，他总算恢复过来，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家里，知道这是恰克搞的把戏。过了好多天，比翁德洛脸上的伤渐渐好了，又能出门了。一天恰好遇上恰克，后者笑着问他，比翁德洛，菲利普老爷的酒味道如何？比翁德洛回答，同你上次吃的科尔索老爷家的鳗鱼味道差不多。于是恰克说，这可就要看你的了，如果你再让我吃鳗鱼，我就让你再去喝酒。比翁德洛现在知道再也不能欺负恰克，
只求相安无事。此后就处处小心，再也没有戏弄过恰克了。九天第九则故事，迪奥内奥是有特权的，除了女王之外再无他人，该由女王自己讲了。等各位女郎因比翁德罗的倒霉而笑够了之后，女王欣然讲道：各位可爱的女郎，如果我们用心观察一下天下万物的法则，那么就不难发现，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女人，从本性、人情和律例上说，都是从属于男人的，理应听从男人的支配和统治。每个想要享受安乐宁静和无所事事的悠闲自在的生活的女人，都应该对主宰她的男人俯首听从，恭谦忍让，而且还要坚守贞操。对于每一个有头脑的女人来说，这贞操是高于一切的特别珍贵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那无所不包的法律告诉我们的，也不是那威力无穷的习惯或风俗告诉我们的，而是大自然向我们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来的。它叫我们女人身体娇小柔弱，性情腼腆怯懦，心地善良而富于同情心，叫我们力小体轻，声音悦耳，举止优雅。这一切都证明我们理当受别人的控制。天下的公理就是，谁需要别人的帮助和统治，那他对帮助和统治他的人就得毕恭毕敬，就得俯首听从。除了男人以外，谁是我们的帮助者和保护者呢？所以对于男人，我们必须十分尊重，必须绝对服从。谁要是不守这个本分，那他就不仅该受到指责，而且该受到严厉惩处。这些想法我过去也讲过，不过帕姆皮内亚刚才讲的故事使我又想起了这个道理。塔拉诺对他的泼妇无可奈何，可天主叫他受到了惩罚。因此依我之见，正如刚才所讲的，一个女人如果不是温柔可爱、温顺服帖，那就是违反了天理、常情和法律，就该受到严厉惩罚。现在我很愿意给大家讲个故事，这故事中有所罗门王的忠告，对于刚才说的这种不守本分的女人，这忠告真正是一副有用的药剂。至于那些本来就恪守本分的女人，那么只要记住，这不是针对他们说的就行了。虽然男人们嘴边常有这样的口头语，好马坏马都得用踢马刺，好女人坏女人都得用木棍子，这两句话如果当作笑话听，所有的女人都会轻易地承认说他们讲的有理，但如果把他们当作道德方面的箴言，那么我就要说，对他们确实应该信守不渝。所有的女人天生轻浮善变，因此对于那一般不守妇道而又过于离谱的女人，当然要借助一根棍子来惩罚他们，而对于另一些安分守己的女人，也得用一根棍子，使他们的道德不致败坏，并表示威慑。好了，现在不必再讲我想到的这些大道理了，还是来讲讲我的故事吧。大家差不多都知道，所罗门王智慧十分惊人，久享盛名，天下皆知，而且还极其热心地帮助别人解决种种疑难和急迫的问题。所以，当时世界各地的人遇到疑难，都敢去向他求教。在这些人当中，有个年轻人名叫梅里索，是个有身份的富家子弟，从拉亚座城赶来，他的家就在那座城里，
当他骑马前往耶路撒冷城时，一出安迪奥基亚城，遇上了另外一个青年，名叫叫塞夫，也是行旅之人，两人便一路同行。正如当时的习俗，两人一路行来便聊了起来。梅里索问明叫塞夫的身份，来自何处之后，便问他到何处去，干什么事儿。叫塞夫对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求见所罗门王，因为他家里有个悍妇，性情乖戾，世所罕见，无论是求他还是哄他，或者用什么其他方式，他总是不听，一味是他的性子。接着他也问对方来自何方，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事儿。梅里索回答说，我是拉亚佐人，你有你的苦处，我也有我的不幸。我是个有钱的年轻人，我花了不少钱，大张宴席，款待宾客。可是奇怪的是，尽管我尽了这么大的努力，竟然找不到一个爱戴我的人。因此，我也想到你要去的地方，求教于所罗门王，问问我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喜欢。于是两人结伴同行，一路来到耶路撒冷，所罗门王的武士引领朝见。站定之后，梅里索就把他的要求简要讲过，所罗门王回答他说，你去爱吧。讲过这句之后，人家很快就把他领出宫去。于是轮到叫塞夫说明来意，所罗门王只回答了他一句，到俄桥去。讲完之后，叫塞夫也被很快送出宫去。他看到还在等他的梅里索，把自己得到的回答告诉了他。两人对得到的这两句回答反复琢磨，可就是弄不明白，既不懂是什么意思，也不知如何用以解决他们各自所需要的问题。两人觉得所罗门王似乎嘲弄了他们，就启程回家了。他们走了几天，来到了一条河边，河上有一座漂亮的桥，正好有一大队驮着货物的骡子和马要过桥，他们只好站在桥边等那对牲口先过。所有的牲口差不多都过去了，只有一头骡子好像受了惊，说什么也不肯过桥。像通常一样，那赶牲口的人用棍子打了他几下，这时那骡子左躲右闪，甚至向后倒退，死也不肯过桥。那赶牲口的这时可发起怒来，抡起棍子没头没脑地朝骡子狠命地打起来，可是依然毫无用处。梅里索和叫塞夫看到这情景，上前干涉说，嘿，你这个狠心人，你要干什么？你想打死他吗？为什么不慢慢牵着他过去呢？那不比你毒打他更好吗？赶牲口的回答说，你们了解你们的马，我了解我的骡子，让我来对付他就好了。说完抡起棍子又打起来，这边一棍那边一棍，骡子只好向前走，赶牲口的最后还是胜过了胆怯的骡子。两个年轻人准备上桥时，叫塞夫问坐在桥头的一个汉子，这座桥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说，老爷，这座桥叫俄桥。叫塞夫听了，立即想起了所罗门王的话，回头对梅里索说，朋友，现在我可懂了，所罗门王给我出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主意，我现在明白了。过去我不知道狠揍我那老婆，这个赶牲口的给我做了榜样，教给我该怎么办了。过了几天，两人回到安迪奥基亚，叫塞夫请梅里索在他家休息两天，可是那女人却十分冷淡。不过叫塞夫还是对他说，晚饭照客人吩咐的去做。梅里索为了让叫塞夫高兴，就随便点了几样菜。那女人本来骄横惯了，今晚依然顾我，根本没按客人的吩咐去做，客人点的菜几乎一样也没有。叫塞夫看了十分生气，说道，你难道没有听到他刚才点的晚餐吗？好啊，你这是什么话？那女人肆无忌惮地对他说，你说你要吃晚餐？嘿，这不是晚餐吗？他点的是别的，可我认为应该做这些，
喜欢你就吃，不喜欢那干脆算了。梅丽索听他竟说出这种话来，十分惊异，还嘴责备了他几句。叫塞夫听了这些，对他说道：女人，我看你还是老脾气，放心吧，我非要叫你改了不可。他回头又对梅丽索说：朋友，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所罗门王的指示灵不灵了。不过，你看到我动手时，你可千万不要过意不去，就当我开了个玩笑。你千万别来劝我，倒是应该想想几天前我们替骡子求情时，那个赶牲口的对我们讲的那些话。我是到你家来做客的，梅丽索回答说：你高兴做的一切，我不会认为是赶我走。那女人这时已从桌边站起，嘟囔着回到房间，叫塞夫找了一根结结实实的橡木棍子，来到房间，一把揪住女人的头发，把她摔在自己脚下，抡起棍子狠狠地揍起来。起初那女人大喊大叫，后来又说些威吓的话，可是她看到叫塞夫对此根本不听，只好哀声求饶，求他看在天主的份上不要把他打死，而且还说以后再也不违背他的意志了。可是叫塞夫听了这些仍不罢手，而是一下更比一下厉害，一下打在肋骨上，另一下打在屁股上，再一下打在肩膀上，直到打得精疲力尽，这才罢手。一句话，这时的这位女人几乎是遍体鳞伤。打过之后，叫塞夫回到梅丽索那儿，对他说：到了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到俄桥去的指示是不是应验了。他休息了一会儿，洗完手，同梅丽索一起吃晚餐，然后休息。那可怜的女人费了好大力气才从地上爬起来，扑到床上，勉强就寝。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起了床，叫人去问叫塞夫应该预备什么样的饭菜。对此，叫塞夫和梅丽索一起笑了一通，然后吩咐下去。到了吃饭的时候，两人回到家里，看到一切都安排得极其妥帖，完全按照叫塞夫的吩咐。因此，他们当初怎么也弄不懂的指示，现在完全佩服了。过了几天，梅丽索告别叫塞夫回乡，他把所罗门王给他的指示向当地一个有见识的人请教。那人说，他给你的指点真是再正确再好不过了。你知道，在你不爱别人的情况下，你款待别人，帮助别人，并不是为了把爱带给别人，而只是为了夸耀。所以按照所罗门王所说，去爱别人吧，你自然会得到别人的爱。就这样，那泼妇成了贤妻，那青年因为能爱别人，也得到了别人的爱。第九天第十则故事，国王的这个故事使女郎们议论纷纷，却使小伙子们笑个不停。等大家笑过之后，迪奥内奥开始讲道：美丽的女郎们，在一群白鸽当中，如果来了一只雪白的天鹅，并不显得怎么样；如果来了一只乌鸦，倒把这群白鸽衬托得格外美丽出色了。因此，在一群有学问的人中间，如果来了一个智力较差的人，那么不但会使这群饱学之辈显得更有光彩，而且还会增添乐趣和笑料。你们都是谦虚庄重的人，我呢，简直是再傻不过的了。
正因为如此，我的缺陷正好会使你们的美德更加光灿夺目。我的作为越是放肆，也就会使你们觉得我更加可爱可亲。因此，反正我是个不学无术之徒，今天讲起来也就更加放肆了。你们一定能包含原谅，对我讲的那些不中听的话不加计较。好了，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个不长的故事。你们从中可以看出，对那些行法术的人讲的规则，我们必须信守不渝，稍一懈怠，哪怕只有一点儿不周之处，法术就会被毁掉，从而前功尽弃。两年前，在巴莱塔地方有个神父，名叫唐加尼迪巴罗罗，只因为他的教堂实在是太穷了，所以经常赶着一匹骡马，在普利亚大区的乡村集市来往，做些买卖，维持生计。在来往的途中，这位神父结识了一个乡下人，名叫皮德罗，家住特雷桑地，关系十分密切。他也是个做小生意的人，不过赶的是一头毛驴。为了表示两个人的交情，按照普利亚地区的风俗，那个神父叫他皮德罗老弟。每当他来到巴莱塔时，神父都让他在教堂吃住，尽其所能地款待他。而皮德罗老弟虽然很穷，在特雷桑地只有一间小屋，只能容得下他和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以及他的那头毛驴。可是每当唐加尼来到特雷桑地时，皮特罗老弟总是竭力款待他，以报答在巴莱塔领受的盛情。可是住宿的问题，皮特罗老弟就没有办法了。他只有一张很小的床，是他和他的年轻美貌的妻子睡的，所以他虽然很想招待神父住宿，却是没有办法。不过他有个小牲口棚，唐加尼的骡马和他的毛驴可以在那里过夜，神父也就可以铺些草在那里将就一夜。那年轻主妇知道丈夫在巴莱塔总是承蒙神父的款待，所以在神父到来时多次提出他可以到邻居家借宿。邻居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女主人叫卡拉普雷莎，丈夫是个法官，名叫莱奥。这样神父就可以同他的丈夫睡在他们那张小床上。他每次都要这样讲，可总是给神父拦住。有一次神父对他说，杰玛塔大嫂，不用为我操心，我睡得很舒服，因为只要我高兴，我就可以把我的客马变成一个漂亮的姑娘，她可以陪我睡觉，等我要起来时，我把她再变成客马，因此我总是舍不得同她离开。那年轻的女主人听了很惊异，但仍信以为真，告诉了她的丈夫，最后还说，如果你们的交情真像你说的那样深，何不求他把那个法术交给你？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我变成一匹客马。你做生意的时候，既有你的毛驴，又有一匹客马，岂不是可以赚双倍的钱？等咱们回家之后，你再把我变成一个女人吧。皮特罗老弟本来就是个再愚笨不过的人，对此也信以为真，同意了妻子的意见。于是他开始尽其所能地去求神父，求他把这个法术交给他。唐加尼竭力向他们解释说，这是玩笑话，可对方偏不相信。于是神父说道，好吧，既然你们一定要学，那么我们就明天天不亮之前，在我们平时醒来的时刻，我来教你们怎么干。可是在这件事上，最难办的是插上尾巴，到时自会明白。皮特罗老弟同他的老婆巴不得早点学到这套法术，天不黑就赶紧上床睡了。等到天快亮时，起身去叫神父。唐加尼神父只穿一件衬衫来到皮特罗老弟的小屋，说道，除了你之外，我不会把这个法术再交给世界上的第二个人，因为你一心想学，我不能不做给你看。如果你们想把这事儿办成功，就得听我的话去做。夫妇两个都说，神父的吩咐他们一定照办。于是神父拿过一支蜡烛递给皮特罗，对他说道，你要看好我是怎么做的，
好好记住我说了些什么。尤其要注意，如果你不想把这件事儿给毁掉，那么你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一定不能说一句话。愿天主保佑，这尾巴能插好。皮特洛老弟接过蜡烛，答应一切照办。之后，神父就叫杰玛特大嫂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像刚生出来时那样，再叫他的双手和两脚着地，像马站着一样趴在那里，并且也告诉他，不管出什么事儿，都不准说一句话。于是神父开始做法，他用手抚摸他的脸蛋和头，口中念念有词：“快快变作克马美丽的马头吧。”又抚摸他的头发说道：“快快变作克马美丽的马鬃吧。”接着抚摸他的双臂：“快快变作克马美丽的马腿和马蹄吧。”然后抚摸他的胸脯，只觉得乳房又丰满又结实，他的心里不觉一动，身上那个不便直呼其名的东西竟直挺挺地竖了起来，口中仍然说道：“快快变成克马的美丽胸膛吧。”接着继续摸下去，把他的脊背、肚子、臀部、大腿、小腿统统摸了个遍，最后再无其他可干，只剩没插尾巴了。于是神父撩起衣服，掏出他那根生男育女的东西，对准他那道沟一下插了进去，嘴里还喊着：“快快变作克马美丽的马尾巴。”皮特洛老弟一直在旁边聚精会神地看着，看到这最后一招，觉得大事不好了，忙说：“喂，唐加尼，我不要你插尾巴，不用你插尾巴。”这时那滋润万物的甘露早已射了进去，唐加尼不得不把他的那个东西抽出来，喊道：“哎呀，皮特洛老弟，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我不是告诉你，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作声吗？这克马眼看就要变成了，你却开了口，把一切给毁了。现在想再来一遍也办不到了。”皮特洛老弟说：“算了吧，我可不要这样的尾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来装吧？何况你装的尾巴也太低了。”唐加尼说：“因为这是第一次呀，你还不知道像我那样装呢。”听了他们两个这样的争论，那个年轻女人站起身来，依然对这一套坚信不疑，愤愤地对她的丈夫说：“哎呀，你这个笨蛋，干嘛把你的好事和我的好事都给毁了？你在哪儿见过没有尾巴的克马？天主帮忙吧，你这个穷光蛋真是穷得活该，不更穷才怪呢。”就因为皮特洛老弟说了一句话，毁了法术，那年轻女人再也没法变成一匹克马，只得痛心地穿上衣服。皮特罗仍旧干他的老行当，仍旧赶的是他那头毛驴，仍旧同唐加尼作伴同行去比通托一带赶集，只是从此再也不问他那种法术了。这个故事可让大家笑坏了，尤其是女郎们，她们理解之深大大出乎迪奥内奥的预料，他们是想一阵又笑一阵。这时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太阳也快要落山了，女王知道自己的任期已满，就站了起来，脱下花冠夹在潘菲洛头上。在这一伙人当中，只有潘菲洛不曾接受过这份光荣。女王面带微笑接着说道：“陛下，你是最后一位国王，因此你负有重大责任。这就是我的过失，我以前各位统领者的过失，都要由你来弥补。愿天主赐福于你，因为是他允许我立你为王的。”潘菲洛欣然接受王冠，回答道：“你和其余各位的美德，一定能使我像前任的统领们一样受到称赞的。”依照惯例，他和总管把膳食之类的事儿安排好之后，转身对等着他的女郎们说道：“可爱的女郎们，今天的女王艾米莉亚非常英明，为了让你们节省精力，她要大家随意讲自己喜欢的故事。现在大家既然已经修养够了，我想
应该恢复我们的老办法。希望明天你们就一个题目，各自准备一个故事。这个题目就是，人们在爱情方面或其他方面表现的慷慨大方或壮烈的行为。讲了和听了这样的故事，无疑会使你们本来就善良的心灵得到鼓舞，从而也会表现出英勇的行动来。这样，我们的生命哪怕十分短促，也不会随着我们的肉体而消失，会使我们的美名永垂不朽。每个人像禽兽那样，光是填饱肚皮，对这种光荣是毫无用处的。不但不应只是想望这种光荣，而且还应该竭尽全力去行动，去追求这种光荣。这一群快乐的青年男女都喜欢这个题目，于是他们在得到新国王的许可之后，都站了起来。在这一段照例是随意活动的时间里，各自去寻求自己的乐趣，直到吃晚饭时为止。晚饭时大家又高兴地聚在一起，进餐时受到了有条不紊的殷勤服侍，饭后照例又是跳舞，又唱了千百支小曲。这些歌不仅曲调动听，歌词更为优美。最后国王叫哪菲来唱一个他自己编的歌曲，他就毫不迟疑地高高兴兴地用清脆的嗓子和愉快的声调唱道：我是个年轻快乐的姑娘，在这新的季节里纵情歌唱，感谢爱情和我甜蜜的梦想。我在绿色的草地上走过，那儿开满红黄白色花儿朵朵，玫瑰带刺，百合花儿鲜活。我要把所有的花儿比作心上人的预言，并不为过。我已被他俘获，永远俘获，只希望他独独钟情于我。我找到一朵鲜花最美丽，它就是我的情人，令我中意。我把它摘下，轻轻地亲吻，我的心扉向它开启，款款倾诉我心中的柔情蜜意。再摘种花同它编成花冠，戴在头上同我的金发永相依。眼前的鲜花使我心旷神怡，像情人永在身旁，形影不离。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厚礼，点燃胸中的爱情永不息。爱情的芬芳更使我销魂，用尽激情无法表达万一，但我的叹息就是真正的证据。这叹息发自我的柔肠，却不像别的姑娘，他们的叹息苦涩惆怅，我的叹息温暖而舒畅，它会深入到情人的心房。他听到我的叹息，愉快地跑到我的身旁。那时我正要说，啊，快来吧，别再让我失望。那飞来的歌博得了国王和女郎们的赞扬。他唱完之后，天色已晚，国王便吩咐个人回房歇息。十日谈第九天结束，第十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由此开始。在潘菲洛的主持下，大家各自讲了一个故事，题目是人们在爱情方面或其他方面表现得慷慨大方或壮烈的行为。西边天空里那几朵小小的云朵依然深红，东边天空的云朵镶上了金边，金光灿烂，太阳出露，
白天来临。就在这时，潘菲洛起了床，把女郎们和她的男伴们一一叫醒。大家到齐之后，他就和众人商量该到哪里去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他和菲洛梅娜、菲亚梅塔漫步走在前面，其他的人跟在后面。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谈，有问有答，谈着未来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又走了一段路之后，阳光已经炙热起来，他们便回寓所。回到住处，围着清澈的泉水，把杯子洗净，想喝水的可以随意喝个够，然后来到园子的林荫处尽情玩乐，直到吃中饭的时候。大家吃饱睡足之后，又像前几天那样一起来到国王指定的地方。国王请内飞来第一个讲，于是他高兴地讲起来：各位尊敬的女郎们，承蒙国王厚爱，叫我带头讲个慷慨豪爽的故事，我感到十分荣幸。正像太阳为晴空增辉一样，慷慨豪爽照亮了其他一切美德，因此我来给大家讲一个短小却很有趣的故事。我认为把这个故事记住肯定不会没有用处的。大家都知道，多年以来我们这座城里出了不少勇敢的骑士，其中的一个或许是最勇敢的一个，名叫鲁杰里·德菲乔瓦尼。他家境富裕，心地高洁，他看到托斯卡纳地区的风俗人情已经与自己的性格日益不合，久居此地很少有机会或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听说那时的西班牙国王阿尔方索的英明超出同时代的其他君主，鲁杰里便带了许多武器、马匹和随从来到西班牙投奔这位国王，受到了国王的热情接待。鲁杰里住下来后，做人光明磊落，又立下了不少显赫的战功，他的英勇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赏识。他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细细观察国王的行为，发现他常把城堡、市镇和爵位随意封给这个人或另外一个人，而这些人都是些无功受禄者。他认为自己功劳不少，却并无什么赏赐，觉得大大有损于自己的声誉，所以决定离去。他将自己的意思向国王说了，国王答应了他，还赏给他一头很好的母驴。这头母驴从来没有被人骑过，还长得很漂亮。鲁杰里骑士既然要远行，奖他一头母驴倒也挺合适的。在此之后，国王命令他的一个亲信侍从跟随鲁杰里走一天的路程，但务必不要让对方看出他是国王派来的，只留心他一路上讲些什么，尤其是提到国王的一言一语，都要回报国王。第二天上午，则要把鲁杰里领回宫来。于是那个侍从来到半路等着，鲁杰里刚一出城，他便巧妙地迎了上去，装作自己也前去意大利的模样，和他结伴同行。鲁杰里骑着国王赏给的那头毛驴，一路上和那个侍从随便攀谈起来。在快打晨祷钟的时候，他说：我看该让我们的牲口休息休息，撒尿拉屎了。说着他们来到一个马厩，除了国王奖给鲁杰里的那头母驴，所有的牲口都拉了粪。然后大家又骑了牲口上了路，那个侍从继续听这位骑士讲些什么。他们来到一条河边，大家都去引牲口，没想到这时那头母驴把粪拉到了河里。鲁杰里见了不禁说道：嘿，该死的畜生，原来你同你的国王一模一样。侍从把这几句话记在心里，虽然一整天他和鲁杰里一直同行，他们谈了很多，可除了这几句之外都是些赞颂国王的话。第二天早上，大家骑上牲口，正要准备继续赶路去托斯卡纳时，这个侍从向骑士宣布了国王的意志，叫他立即回宫。回到宫里，国王听到了鲁杰里关于那头母驴的那几句话，立即把他召来，笑容可掬地接待了他。国王问他，为什么他说国王向他赏赐的母驴，或者说母驴向国王？鲁杰里泰然自若地回答说：陛下，我把您比作驴子，
是因为您让那些不该受赏的人受赏，而让受赏的却得不到赏赐。正像那头母驴，在该拉屎的地方不拉，在不该拉的地方反而拉了。于是国王说道：路杰里，我确实没有赏赐你，而赏赐了好多人。若论功行赏，那些人是万万不能同您同日而语的。我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您是最勇敢的骑士，无论怎么重的赏赐，您都守之无愧。可惜的是，您的命运不佳，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机会赏您了。这只能怪您的命运，不能怪我。我讲的一点不假，如若不信，我可以当场证明给您看。陛下，鲁杰里回答说，使我伤心的并不是我没有得到您的赏赐，因为我并不想发财，而是您没有给我以任何东西用以证明我的功劳。尽管如此，我仍认为您刚才讲的是真话，并非在找借口。因此，不论您以何种方法当场证明，我都愿意。当然，您不给我证明，我也相信您。于是国王带他来到一个大厅，国王早已命令在那里摆了两个大箱子，都上着锁。国王当着大家的面对鲁杰里说：鲁杰里，在这两个箱子当中，一只里面装着我的王冠、权杖以及我的许多玉带、服饰、戒指和别的珍宝，总之是我的宝贝。另一只箱子里装的是泥土，请您随意挑一只，无论挑到哪只，里面装的东西通通归您。您可以由此看出，究竟是我对您的本领不讲信义，还是您的命运不好。按照国王的旨意，鲁杰里挑了一只箱子，国王命令把它打开，看到里面装的全是泥土，国王便笑着说：鲁杰里，您看，我刚才说是命运不好，这话确实不错。不过您的功绩确实不小，以致使我应当冒犯一次命运之神的威力。我知道，您不想成为一个西班牙人，所以不想赐您什么城堡。可是另一只箱子里的珠宝珍物，尽管命运之神不肯给您，我却偏要与他作对，把他们全都赐给您。现在您就把他们带回故乡，作为我赏识您的德行的凭证，在父老乡亲面前当之无愧的光彩一番。鲁杰里接受了他，并感谢国王赏赐他这么多的礼物，然后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回到了托斯卡纳。